在外面站岗。Do you want to be on my video? I will pause. 哎呦，同事出来了。别看下雨，其实淋不着。穿的暖和点，上面还有一个棚子，没事的。风雨无阻啊，是吧？至少外面空气很新鲜。我自己做的一个头盔，这样脸很暖和。第二天一早，发现又下雨了。看着小鸟们过来吃东西呢。过了几个月才过来的，还发现画眉鸟在这住的巢，这我外面种的葡萄。我就听着夏天踢溜扑棱的有鸟叫，我就怀疑它在这筑巢。有，这些都是他一个一个雕出来的。今天呢，把这些豆角呢也拔掉了，因为不会再长了。看看明年要不要再种，或者种点别的东西。它的根非常的好拔，不需要用多少劲就出来了。这个是打算留种子的，还有一些绿颜色的，这个干的差不多了。几个月的豆角，我明年想种一些茴香。豆角也很好，不过我妈说这豆角吃不好，煮不烂的话也不行，对胃，一个是对肠胃不好，所以呢考虑种点别的。这就是成熟的豆角根系，很好拔。清理这几株差不多花了我10分钟之内。我还做了一个小花篮放墙上。是搞不搞笑？长出这发芽了，这鸟也不吃，这怎么回事？这长。长出根来了，你看，那小鸟都不吃。天，我把它种到花盆里来。这是我进行花园改造，把这块这些土，看看，这应该是 primrose。算把这几盆攀子种到这里边，这个比我刚才种到花篮里的要小一些，是微型的，不过也很漂亮，黄色配着紫色的，它是这种的 bedding plants， 明年就不会再出来了，就种一年，第二年里再买新的。但我种好了看，很漂亮，摸上去和小兔子耳朵似的，毛茸茸的。
pansy.给它压紧了，再把那土多倒上一点就没事儿。待会给它浇点水，再配上点土。这里土有点少，它这个是很小的，其实就这么大。我明年再买呢，我想把它做成干花也很好看，然后压到那种玻璃板底下。太阳底下显得格外漂亮。阴雨天。这是自己晒了一些陈皮，陈皮不是止晕防呕吗？等着以后吃泡水喝。现在呢，还泡了一点大枣。我这是昨天把它放到烤箱最底层，结果还烤糊了。我妈说这样就不能再吃了。其实这些橘子皮、陈皮你不用往烤箱里放。你就让它这样晒着，自然晾干就好。嗯，今天和我妈聊天呢，她就说，嗯，这种的陈皮最好拿着开水烫，或者拿盐这么洗一下，因为它现在有一些橘子皮，怎么回事？它外面涂蜡，你就是一边一泡，把那蜡都吃了。天然晾干，哎，这个味道太好闻了，这个味道太好闻了，满屋子有一个淡淡的橘香。今天早上来吃一些吃不掉的东西就扔掉了，以后打算多吃一些水果蔬菜之类的。没有给这个也不想吃。OK， 这里。
次是克朗买的。这个叫什么？就是有一个椰子味，里边有椰蓉，外面还裹着一个巧克力。我其实一个周啊，两三天都吃不了这么一个，就这么个东西。可以吧，偶尔吃一下，但甜食啊什么的少吃，对身体不好。多吃一些水果蔬菜的，我得，特别是我肠胃又不好。